现在来介绍的是多项式的导函数。多项式的导函数的话呢，这种题型的话呢，是我们最基础而且是最常见的题型。呃，在介绍这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我们第一个第一个最简单的题型就是 x 的二次方，它的微分，它的导函数叫做二 x，是如何说明的？那么我们就拿这个例题来说明给各位同学看。 那在说明之前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。于是我们就把定义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义。这个定义的话呢，微分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，这就是我们的微分的定义。那么微分的话来说的话呢，是切线的斜率。下一步的话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数字要套进去。那什么意思呢？ 函数叫做 x 的二次方，那这个的话呢，你无论带什么数字，你是 a 就是 a 的二次方，b 就是 b 的二次方，那么 x 加上 delta x 呢，就是 x 加上 delta x 的二次方。于是我们看看下一步，我们下一步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发现直接把它套进去叫做 x 加 delta x 的二次方减掉 f of x。 那么这个算式的话呢，算出来会是多少呢？我们的话呢，算给各位同学看。那在算这个题目之前的话呢，我们要复习给各位同学思考一下，这是两个相加的二次方，要怎么处理呢？我们的话知道，这是 a 加 b 的平方等于 a 平方加上二 ab 加上 b 平方。 我继续写下去，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写下来是这样子的，等于这边是 limit d a t a x 趋近于零，然后的话呢，算式的话呢，同学的话呢，可以参考一下，a 加 b 的平方等于 a 平方加上二 abx d a t a x 再加上 b 平方。 Delta x 的平方，再减掉 x 的平方，这下面的话呢是 Delta x 这个地方我把它刮弧起来，比较分得清楚一点。我们再来看这个算式，这个算式的话呢，前后有两个部分的话呢是可以对消的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发现了，哎，底下有一个 Delta x 上面都有，我们的话呢继续写下去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 等于 limit delta x 趋近于零，来，我们的话呢，上下同除一个 delta x，下面就会变成一了，上面的话呢是二 x，这个除掉，这个除掉，所以的话呢是二 x 再加上 delta x，于是等于多少呢？delta x 趋近于零，于是的话呢就得到了二 x，我们证明了。 x 的平方，它的导函数是二 x。我们再来看这一个例题，这个例题的话呢，跟刚刚那个题目是差不多的。刚刚那个题目是 x 的二次方，那现在这个题目是 x 的三次方。那么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证明，它的话呢，微分是三 x 的二次方。 那我们的证明的方法的话呢，其实是跟刚刚一样的。第一步还是把它列出来，它的导函数的定义，然后继续说下去。因为这个题目跟刚刚那个题目其实是类似的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让各位同学自行练习，我们来做做看。再下一个题型，下一个题型的话呢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说一个函数它本身来说， x 等于 x，这个的话呢是 y 等于 x，这是一条直线。请问一下，x 的微分的话呢，为什么会是一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。那么我们就说明给各位同学看一下。我们来看看如何证明它是一。当然，还是要把它的定义来来列出来。列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发现这就是我们切线斜率的最原始的定义。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算呢？我们要把它带进去。那现在各位同学，请看这个的话呢，这里是多少，这里就是多少。那么我们就直接计算。我们来看一看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非常好计算的是怎么说呢？因为的话呢，这里是 a，这里就是 a，这里是 b，这里就是 b。那么是 x 加德尔塔 x，那就是。 x 加上 delta x，这个的话呢，本身就是 x，下面是 delta x，那么我们看一下分子的话呢，上面有一个 x，x 消掉，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了吗？delta x 除以 delta x 是多少呢？永远是一，管它 delta x 趋不趋近于零，它永远是一。这个说明了 x 的微分。 它的答案是一。再介绍一个是多项式的导函数。多项式导函数里面这个题型的话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话呢，这个 k 的话呢，我们指的是一个常数，就是任何一个数字，我们称为 constant。那我们说，任何数字它的导函数的话呢，会等于零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 那么，首先我要证明它是零，当然还是要把它的定义列出来。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。定义列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发现 f of x 不管带什么数字，只要是常数都是 k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来算算看，limit delta x 趋近于零，上面的话呢，我们不管什么数字，它都是。 k，那这个呢？这本身就是 k，底下的分母是 delta x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了。delta x 趋近于零，它不是零哦，趋近于零，它并不是真的是零，它只是很接近零。但是上面的两个数字的话呢，相减一定是就是零，于是答案是零。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的话呢，任何一个数字，只要是它的微分，它都会变成零。